没事，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我们再喝，再喝。少夫人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景浩，麻烦你帮我拿个盆来好不好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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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七，九七，不要，不，不要。我去帮你倒杯茶。我跟你说明白了，这个家咱们不能再待了，你要不要跟我走？志和，你喝醉了，好好休息，别乱想。我没有醉，你要不要跟我走？志和，没关系，你不走，我走。志和，你走不走？对，我们继续喝。哎，对，我们回去继续喝。不，我们到外头去喝，我请你。喝，来。今天是你大喜之日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怎么心情那么不好？我跟你讲，当初我妈要我娶丽红，我就要带秋琴离开苏州，可是秋琴就一定要待在江家。假如她当初跟我走的话，今天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了。少爷，老夫人也是为了江家着想。为了江家着想，为江家着想，我这个江家少爷根本就是个傀儡。你知道吗，其实我对很多事情还是有我自己的看法，自己的想法，可是到了最后还是我妈说了算。少爷，听说以前老夫人在管理洋行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也非常能干，生意做得很大。他是很会做生意，可是听说老夫人做生意得罪了不少人呢、好像有人就因为老夫人的关系最后破产自杀。我妈说做生意就是这样，你输了你不能怪别人，只能怪自己。我先生欠的钱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我跟我妈也说过，做生意不要做得太绝，但我妈说
做生意就这么残酷，就这么现实。少爷，老夫人做生意那么心硬，她不怕有一天别人会对她报复吗？做生意就是公平竞争啊，有什么好报复的？我妈说你自己比不过人家，你输了你自己认，怕什么报复？去报复谁啊？少爷，其实我觉得您这个少爷当得很辛苦，很委屈，什么事都要听你母亲的。你真的很了解我，我这个少爷当得真的很郁闷。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跟你把角色兑换一下多好，那多好。哎呀，少爷，您别跟我开玩笑了，我哪是当少爷的料啊。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别管我。哎，少爷，总有一天我会跟你兑换角色的。开门，开门。谁呀？开门，开门。福生哥，开门，快点。来了。开，福生哥。你怎么了，福生哥？你喝酒了？你怎么喝醉了呀，福生哥？我没醉。福生哥，福生哥，不要管我。你怎么了？哎，走。福生哥，福生哥，你怎么了？福生哥，秋千，你已经喝醉了，休息一会儿啊。来，不要逼我。谁逼你了呀，福生哥？啊，别逼我。哎呀，福生哥，你怎么了呀？啊，秋千。秋琴是谁呀？秋琴福生哥，秋琴福生哥，你醒醒啊，醒醒啊，福生哥，秋琴怎么了？来，起来。你说过这一生只爱我一个人的。秋琴，你不要走，别走。福生哥，秋琴，别走，别走。不走，我不走。别走。